got a record player that was made in 2014. Dyed my hair blue. It came out of C6 or to go. Crack a smile, crack a smile. Stay a while, stay a while. Am I holding for applause? Is it gone? Is this all? Sometimes I think all I'm ever doing is trying to convince myself I'm climbing in the trees.现场7:50，我准备出发，先去吃个什么早餐吧，然后就去虎跳峡景区。人昨晚住的房间还可以的，80块钱吧。上我的车，在这里吃个早饭吧。从虎跳峡镇到景区有8公里左右的路程，出发前我先吃了个早饭，垫吧垫吧肚子。吃完饭后买了票，就直接出发到虎跳峡景区的停车场。这里记住停车场这个关键词。先去虎跳峡看一看。那扶梯是单独售票吗？哦，是啊，在那边买票就行。多少钱呢？来回是70元。观光电梯票还是建议大家买。听说以前这里有很多抬轿子的人，其实有个电梯还是节约了很多时间以及体力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走路。现在是第4道扶梯，电梯一共分4段，单程大概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。这太汹涌了吧。据说1.7万年前，云南石鼓镇附近的山体被古长江切穿，金沙江摆脱了横断山脉的控制，掉头北上，没有继续南下。之后的金沙江通过17千米长的虎跳峡时，突遇玉龙雪山、哈巴雪山两座雪山的阻挡，原本平静祥和的江水顿时变得怒不可遏，虎跳峡也就成了万里长江第一大峡谷。我现在所在的上虎跳峡是峡谷中最窄的一段，也是水势最强劲的地段。啊，这里感觉就很震撼人心，知道吗？看完后，我也就准备开始徒步路线了。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关键词“停车场”吗？你好，我问一下，往中虎跳徒步怎么走啊？这里是车不能停，你要把车开出去。开车的话，你只能是去外面你们刚才买门票的地方那里去停了。那里可以停吗？可以的。听了景区停车场工作人员的建议，我把车开回到早上买票的地方。不过当我到了售票处的停车场后，工作人员又说，你直接把车开到纳西尔格克站，然后车停在他家，然后直接从他家直接徒了，他家就在徒步路线的 中段。于是我又折回去把车往纳西雅阁方向开。尽管兜兜转转几个来回，对于自驾来说这样走是对的。景区大哥也说了，从景区可以走小路徒步到纳西雅阁。把车开到纳西雅阁已经快11点，因为早上吃了一大碗面，到现在还不饿，就直接开始徒步了。这里不吃的话，你到3个半小时才有吃饭的地方。刚把车停好，停在这个客栈旁边，这边可以看到金沙江大桥。从纳西雅阁出发后就一直是上坡，走了很长一段才发现原来我来到了传说中的28道拐。一开始的意气风发算是没了。哇，这样拐上拐下，拐上拐，那这拐拐拐，好累的，哇，很好累，两条腿实在爬不动了，开始借用三脚架来支撑了，也不由得怀疑我的体力是不是弱点。数一下，到底有多少拐？也不知道爬了第几个拐，想着用音乐解解乏。拉里巴呀，马婆嘞。相信我，边走边唱歌真的很费体力，还影响音准。
好累啊，加油，哥。咬咬牙，坚持住。当我爬到最后一个拐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小木屋，这28道拐终于被我爬完了。这拍照片10块钱。这里是整个徒步路线中最高点，低头是长江，抬头是雪山。在这里以上帝视角俯瞰上虎跳峡，惊人的垂直高度，建议恐高的人尽量回避，腿真的会抖。这真的很高的，感觉很危险，算了，还是走吧。阿爸，我微信找你吗？好。路上有没有其他人啊？对啊，后面有没有不知道了。前面呢？前面没有。没有啊。你一个人。哇，走下坡路果然很舒服。从山顶下来之后，一路就基本都是下坡，从早上10:30走到下午2点多了，顶着烈日走走停停3个多小时。肚子是真的有点饿了。当我看到远处房屋时，我的午饭终于有着落了，得加快脚步。茶马客栈，这看着也没人呐。到了茶马客栈，正好遇到客栈的老板娘吃饭，我便和她一同去她店里。满墙的字写的到过这里的人，行了。到了这里，你会发现满墙都是被英文、韩文覆盖的留言。仔细一看，韩文更多。我突然想起，有些无限挑战来过这里。据说虎跳峡徒步路线在国外比国内火。吃饱喝足，继续上路。顺便说一下，这里是通车的。由于我只安排了一天行程，所以时间比较紧。正午的太阳越来越大，顺着路上的标识，没走一会儿就又累了。这里刚好有，坐一下。过了茶马客栈后，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了虎跳峡的魅力。哇，这里好壮观。峡谷里的风肆意地吹着，阿巴山的山体变得越来越陡峭，羊肠小路半挂在悬崖。下午5点左右到了本地湾村，网红店哈弗味客栈就在这里，特别是天下第一策，真的好想体验一下在雪山面前畅通无阻的感觉。可能是淡季的原因，很多客栈都没有营业。面前繁忙的挖掘机正在为旺季的到来准备着。继续沿悬崖小路前行，一路都会有涂鸦和路牌标识，基本不用担心找不到路。路过这种有落石的地方，脑袋里面的神经也是绷得很紧。鞋打湿了。过了小瀑布后，能清晰地看到金沙江对岸的玉龙雪山，一抬头它就在你的正前方，像一把锋利的刀，忍俊矗立在那里。休息一会儿，看看风景也挺美的。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以前真的很不理解，怎么会下山比上山难呢？这次也算是体会到了。一路走下来，脚酸的打颤，从没有这样徒步过。和上次以公村徒步相比，
虎跳峡的路程更远，路线更复杂。哦，对了，今天还是我的生日，算是给自己今天的一个特别记忆。虽然这一天走下来很累，也不枉我热血了一番啊。怎么找车啊？你想回哪儿吧？我想回虎跳峡，就是上虎跳峡。纳西亚格那边吗？还是说是对纳西亚格？对，你是车停在纳西亚格对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那你只能包个车。啊，包车有电话吗？有，找老板就能给你找个司机，150一辆车。哦，也可以可以。啊，不到中虎跳，往来虎跳峡，我来了，这个点应该就算。又好像没来。哦，对。一天走下来，天也快黑了。我并没有到中虎跳峡谷底，便匆匆的赶往丽江。然后现在距离丽江还有76公里，往返是要1个半小时。下一站，我将探秘桃花源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居然还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人。感兴趣的话，就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呗。